画风采，新迎太子公主寺中谭元帅，俗称太子爷、李哪吒、哪吒太子，为本省太子爷开台祖庙。太子宫位于新迎区西南方5公里，距盐水区约3公里。自清朝康熙二年（西元1663年），先民奉请来台奠基，现址即历400余年。每年农历9月初9日为太子爷圣诞千秋日，全省分灵宫庙及金身均会前来谒祖跪香，盛况空前。目前古庙已于民国88年11月19日经政府评鉴位列及古迹在案。每逢各路神明圣诞日或农历9月初9日太子爷圣诞千秋日，全省分灵宫庙谒祖跪香一日多达1200团，或如神尊高峰日一日有4000尊的神明金身莅临，每年香客游客数多达600万人潮，庙前阵头表演活动热闹精彩。尤其新迎太子宫近年极力推动电音三太子之表演活动，其活泼好动，求新求变，不拘泥于传统之性格，活泼好动求新求变之做法成为一种台湾本土特有的文化，并将电音三太子推向国际舞台。电音三太子几乎成了台湾的亲善大使，所以新迎太子宫的电音三太子图腾乃采用台湾太子一级棒图示，电音三太子手拿棒棒糖，脚踩台湾，在台南出发，与世界为友，发扬台湾活泼的创新宗教文化，南台湾的热情结成，邀请您亲自前来全台第一座三太子庙，体验新的电音三太子文化。太子爷古庙为传统式木质构造，前落为8柱卷棚式拜亭，通梁及受梁，隔扇平门皆为透雕插穴，狮虎团炉，屋架缩沼同为叠斗式做法，至三斗出斗拱及鸡舌，牌楼便为一身三斗，屋
鼎位歇山式，夫即坐燕尾奇峭，微带及串角做卷草剪棉装饰，做工精致。正殿掩目移阶至一大壁上，前排楼面资间平门深堵座吃处如透雕，顶堵腰堵座浅雕，屋顶位应山室，两侧厢房山墙为果形额头坠饰，整体建筑风格古朴素雅简洁。学甲慈济公祭业王郊纸陶，学甲乡活动有其特殊性，深具时间深度与历史性，与地方开发时有密切关系，并整合学甲十三庄，为台湾异乡庙会指标性活动，具保存价值。二，上白礁祭典活动，请水果具饮水思源，香火星传之民俗意义。三，参与异乡之聚落组织固定，庙会中之蜈蚣格具特色。学甲慈济公主神保生大帝，系于明末由福建泉州府移民引请，随郑成功部队来台，而由学甲头前辽将军期盼登岸。上白礁祭典根据考证，始于清领时期，学甲地区乡民经常返回原乡福建泉州白礁慈济公业祖。由于保生大帝诞辰为农历三月十五日，故必须提前数日渡海，方能赶上神诞，所以乃定为每年农历三月十一日。日治时期后，由于台湾中国民间往来受限，来往关卡不便，遂逐渐改于当年登陆之处举行隔海业祖祭典。上白礁祭典原非年年固定举行，二十世纪后半才逐渐改为每年举办。上白礁祭典原属学甲地区的区级祭典，参与庙宇以学甲慈济公的交培庙、分灵庙、学甲十三庄的庄庙为主。1977年左右，台湾兴起寻根热潮，上白礁祭典乃受官方支持，标举其饮水思源的精神而逐步扩大祭典层次。1980年开始升格为县级祭典，祭典主任委员为台南县县长。1981年适逢中华民国建国70周年，配合举办议政比赛与艺文展览，由当时台湾省政府主席林洋港主祭。基本上学甲乡是由上白礁繁衍而来，早期的上白礁仅系其辖域的一种神明祭庆，大抵在1981年前后始变成今天这种全台闻名的盛大庙会。一般说来，上白礁祭典绕境时每年的香路颇为固定，基本上是一天的行程，全体议政和神教，在宫内祭典结束后，由慈济公出发，经后舍、光华、中州，而于下午五点左右到达头前辽将军溪畔，在此举行上白礁业祖祭典。结束后，再依序经中州、彭城、后舍而返庙。整个活动大致在当夜十点左右可完成。然而，这种学甲头前辽学甲一天香路的绕境模式，受到神佑人瞻利益的仅系学甲、中州两大庄而已，其余的十一庄都只尽义务而未享权利，也就是说同样出教出阵，仅绕别庄，其别庄之安，却不能绕己庄，求己庄之安。因此为求和谐与向心力，慈济公
岁有绕巡十三庄的三天异乡产生，此即一般所谓的学甲异乡。与邻近区的麻豆乡、萧农乡一样，学甲乡异乡活动的举行也一定会组于公正担任乡镇开路前锋的任务。而早年坚持不让电子琴文化入侵的学甲乡，近年来也都有电子琴花车的加入。中州第一团的踏敲镇则是每年必参与的镇头，而一格的特色始终保持着传统的气息，如五虎平西、董汉巡捕等，还有酷似蜈蚣镇的八仙棚，都是学甲乡最具代表性的一格。学甲上白蕉绕境顽皮世界野生动物园，顽皮世界野生动物园有来自五大洲总计千余种珍奇动物生活在这片占地20公顷的乐园的顽皮世界。园区内模拟园栖环境圈养方式，以低矮栅栏展示，让人与动物的距离缩为零。各种不同主题动物区、可爱动物区、非洲动物观赏区等，除静态观赏外，还有骑乘骆驼、搭乘马车游园乐、欢乐明星动物表演、顽皮剧场与大象剧场等动态活动。来顽皮世界，让袋鼠、骆驼、企鹅、羚羊、斑马、长颈鹿、大象等动物陪我们去找回大自然的感动与纯真吧。